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大家都知道少奇经常买奥特曼卡片，但是少奇不懂卡，为什么买呢？因为我的粉丝比较喜欢，刚开始咱都是买比较便宜的，2块钱一包的，价格还比较便宜，反正买了给大家播着玩嘛。但是最近有粉丝小伙伴想看 CP 卡，我的乖乖，我手机上一搜不得了啊，一包 CP 卡要20块钱，搞100块钱的5包，看在少奇这么宠粉的份上，能不能给少奇点一个免费的赞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给大家开拆。哇，这个包装也太霸气了吧！之前2块钱的和这个包装根本是没法比啊！给大家离近看一下，帮我品鉴一下，这个到底是不是正版的？这边写的什么卡油，还有一个防伪标签，反面是这样的。这个卡片我们没办法视角定律，直接随机来抽。第一包，哇，打开又是一个包装，哎，金骨桥，大家听听。外面是塑料的 ，HR 卡，攻击力140000，防御力142000，必杀技破坏光线。既然是特殊材质的，肯定是一张好卡。放在一边 ，SSR 卡，泰迦奥特曼，满星卡，连续2张都是满星卡。SR 卡 ，SR 卡 ，SSR 卡，泰塔斯奥特曼，牛。SR 卡，怪兽。SR 卡 ，SSR 卡，风马奥特曼，又是一张满星。我靠，到底是20块钱一包的，这么多满星卡。继续 ，R 卡，赛罗奥特曼 ，R 卡，暗黑欧布奥特曼 ，R 卡。极恶贝利亚阿卡达达阿卡戴拿奥特曼阿卡阿卡，最后一张卡，这是什么卡 ？CP 卡罗索奥特曼。这个整个画面都是金黄色的，而且底色是黑的，外表是金的，感觉很拽的样子，肯定也是一张好卡。放一边，哇，这个 CP 卡真是不得了啊！数一下，一包里面拢共几张？我记得我之前抽的一包里面只有8张，这个里面是它的一倍，16张。继续。HR 卡怪兽 ，SR 卡奥特曼 ，I 卡 I 卡 ，SSR 卡牛，2个奥特曼的封面卡，又一张封面卡，布鲁奥特曼满星卡 ，SR 卡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 CP 卡，攻击力152000，防御力150000，必杀技斯派利奥光线，比我之前的 HP 雷杰多都厉害。继续 ，SR 卡泰恩贝拉星人 ，SR 卡。SSR 卡满星卡 ，SR 卡 SR 卡满星卡，泰迦奥特曼 ，SR 卡 CP 卡，欧布奥特曼，好像抽到目前为止每一包里面都有一张 CP 卡。再来一包 SR 卡 ，SR 卡 SR 卡 SSR 卡 ，SSR 卡 SR 卡 CP 卡赛钢，最后一包 SR 卡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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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卡 SSR 卡 SR 卡 CP 卡，哇，一口气全部都抽完了。过瘾，前面这一堆普通卡咱们就不算，光算这一堆我挑出来的认为比较好的卡，就这么厚一沓，让大家帮我品鉴一下这些卡里面哪一张最值钱，看看大家有没有懂行的。 SR 卡凯鲁比姆， SR 卡金骨桥，满星卡风马奥特曼， CP 卡罗索奥特曼，满星卡泰塔斯奥特曼，满星卡艾克斯奥特曼，满星卡泰迦奥特曼，布鲁奥特曼， CP 卡欧布奥特曼， SR 卡泰恩贝拉星人，满星卡托雷基亚奥特曼，满星卡泰迦奥特曼， CP 卡欧布奥特曼，满星卡满星卡赛罗奥特曼， CP 卡赛钢， SR 卡欧布奥特曼，满星卡托雷基亚奥特曼， CP 卡欧布奥特曼。这里面哪个最值钱你知道吗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，想看下期少奇播什么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